饼吗？葱抓饼还葱抓饼还有吗？有葱抓饼还有秀兰。来中红枣。好，小雨拜拜。这蛤蟆全家100块够了。数学不好还想说久的哦。留三包葱抓饼，等下过来拿。啊，等下个落雨，等下个回来。啊，你就留啊，啊，无我就叫啊，无来我就叫啊。小兰无来，我来叫哦吼。好，小兰赶快来。来，淑华赶快出门了吼。线上有猫奴吗？我问一下有没有猫奴，有没有猫奴？当小鬼妹啊！鱼无，无，乌鱼，乌鱼贵啊！还有够鱼没？
你今日哪有都接我哈？我来电话呢。哦，是哦。我要送去你啊。今天哪里？我要两家。我要两家。啊，送去你啊。哦、OK， 放假了。了解。我吃咪。我家拢在直播，捞起来，哎，我等下再处理。捞起来，他们那些用些转换。对。对，因为脸书的话，大家都喜欢看直播。这个就是在 YouTube 上面的，对，它只是不同频道而已。哎 ，YouTube 哦，看能够看点那个留言嘛。哦，你要点进去，点到你要点不？你要点不进去啊？我们不是叫拖呀？例如，也拍的，这风格漂亮。看这个聊天。你如果刚结束要看的话，没有，他要过几个小时。就是这个聊天室这个按钮没有看到。有啦，在下面。没有，在下面，就一个小时。下面而已，在直播的时候，下面聊天室点开就跳出来了。来，如果是直播完，你要等正式开才跳出来。好久不见了，慧珍有养三只猫哦。最近想做个猫中途出现。明年的计划啦，明年的计划可能想要成立一个猫中途之家，帮一些流浪猫猫找家。只是我没有空去那个喂养，然后管理它们，所以可能明年那个猫中途之家成立之后，还要请一个人来帮我照顾猫猫。所以需要一个很奴的猫奴，很爱猫的猫奴。
那些等一下我会拿走的，我明天再拿过去给你们。你还使买三百哦？对啊，来你拍三百哦。三百五。我只要大条细条。
知道你有要东西啊。上来了啊！哎呦，用汤，我把车放在那里。就汤哦。啊。哦，好啊 ，OK， 没关系，反正跟你东西拿一拿之后，我就直接会回家了，所以不用保冰袋没关系。反正我车上有防水垫，我袋子都装几袋就好了。阿摩，你要等我一下，我等一下车里。应该变，我等一下直接过。我到位我才，我看我列赖，五号列赖，我才转赖而已。老乡，小庚啊，有啊，你头只有老了，福华了，哦，有啦有老啦，你后壁，你去找阿上皮就好啊。你有赖我了，我在看你，然后要等一下等收播，因为你赖我的那一次现在正在直播，收播之后我再看。